好，我们来到金城的金喜园，然后问邻居了，他说这是他弟弟开的。OK， 拍张照，应该差不多多少了？上万那是他哥哥啦，上万那是他哥哥，那这是他弟弟，比较年轻的，跟他弟一样。评价也这件不错，来先看看那个三万的三万他哥哥的味道怎样？吃啊，你先吃啊！我刚才吃那个很饱啊，没有战力。没有。你看他怎么那么，他是直接这样，他不是切，他是一整条的啦。一整条没关系，我吃啊。他不是。啊，我知道，那只要味道就好了。每天做法不一样。嗯。但是兄弟啊。他什么拿筷子？给我提了个袋子。我真的没有吃过这间啊，可是这个25块是还很便宜。对，我刚才吃完那个广东粥。不一样啊，不过都好吃哎。对啊，是那个草莓不一样啊。嗯。那个感觉不太一样。吃一口，最好吃一口。都好吃。不过说比较厉害，他是哥哥比较厉害，要分个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还是他哥哥比较厉害。他哥哥那边比较蓬松，而且外皮脆，那个啊，这比较扁一点而已，比较酥脆，比较扁，厚度没有这么厚。哦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边我常常爱吃的，吃到 N 年了，你们呢？他这比较薄，对，他这边比较薄啊。不过不好吃，这边属于薄皮的，薄皮那边属于厚的，然后有时候蓬松，有时候酥脆，那边重量是比较有，真的。那我的豆浆有没有呢？买 ，OK， 喝一下豆浆嘛。那我喝一下豆浆，不然很烫了。不过好吃，现在走过路过可以去买一下。他自己棚比较长，然后他豆浆那边比较好，那边的豆浆哦，属于是很冰的、冻冻的那感觉，还好，很爽，喝起来很爽，味道甜中甜甜的刚刚好。每次来之后他都关门啊，那有时候都营业很早，就那12点多了，我们下午来的时候都没有，下午是一定不会有了，有时候早上也是刚好遇到休息，加豆浆。味道不一样，这比较稀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哥哥的，不过都好喝，真的还是物超所值。OK， 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